第一点哦，这个霸山这个炮战的纪念，你知道哦，其实是还是要谢谢那些当年为国牺牲的国军将士嘛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也觉得它就是一个纪念活动啊，不需要搞成好像选举的造势活动，所以我个人是不太赞成去搅和，就是啊，何必再跟大家混在一起？不是，你说搅和，你是说你是避免，然后被避免见到郭董吗？你说这一不是啊？我觉得还是那句啊嘛，这个八二三纪念，八二三炮战的纪念，它是一个感谢当年守卫台湾的战争英雄，它怎么变成好像？我是不希望去扯上跟选举有关的，所以就避开。